我是中国公民，北京市民，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。北京呢有一个地方，就离我们南锣鼓巷不远，三里屯儿。三里屯儿有个酒吧，叫天堂超市酒吧，出事儿了，14天没做核酸的感染者，你说他怎么就进去了？北京刚刚放开堂食，大家呢非常高兴，可是就差不多是当天啊，第二天还是当天啊，就出这事儿。中国新闻网啊就叩问这件事儿，连着若干篇文章叩问。6月11号那天堂酒吧微信号自己吹牛说他们做的这么好那么好，经营期间我们天天怎么着怎么着，结果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北京卫健委公布的感染者1991，他自己说了，5月26号到6月8号，这么多天没进行核酸检测。6月6号晚上前往天堂超市酒吧，就工体西路6号那个，结果呢，第二天8号发热了。发烧了，他居然也没去做核酸检测。6月9号，接着啊，凌晨还去天堂超市酒吧，你有瘾呐？天堂超市酒吧自己对外的宣传材料，把自己夸得一朵花似的，把自己的防疫措施写的那个完美，所以啊，各个单位的写手，你们都得注意啊，你写的东西必须是真有那么回事，没那么回事，你这不是撒谎吗？骗天下人呢？所以中国新闻周刊就问天堂超市酒吧啊，说第一，为什么14天没做核酸呢？你感染者6号9号两次进入天堂超市酒吧是怎么进去的呀？你们不查验核酸吗？不查验核酸是什么问题知道吗？第二，为什么已经发热感染者9号还可以进入天堂超市酒吧？还有第三，酒吧自己吹牛说强调检查了戴口罩才能进入，在那儿酒吧里消费，消费者到底是不是佩戴口罩？在舞池，在公开的区域，在人群密集那个地方，你们到底是怎么防疫的？第四，如何控制经营场所的人数？有关方面是怎么规定的？你们到底怎么掌握的？根据北京疫情发布啊，天堂超市酒吧累计疫情呢，现在还好几千人了，知道吧？你发生超百人的疫情聚集，声称对疫情防控毫不敢放松的这个酒吧，你说你这种吹牛撒谎的底气到底从哪儿来啊？现在不是甩锅的时候，也不是指责给流调增加难度的时候，公众挺理性的。现在啊，你们好好的这个配合流调吧。超市酒吧自己吹牛啊啊！我们来欣赏一下啊，天堂超市在2022年6月11号16:30发表的那个天堂超市关于酒吧聚集性疫情的说明，还说明，你听他们怎么说啊？他们说，我们这个超市呀，2022年6月6号到2022年6月9号凌晨经营期间，进入天堂超市工体店工体西路6号的消费者，在工体西路酒吧街区入口、糖果大厦大厅入口、天堂超市酒吧入口礼宾部三处，我们是这么做的，我们需要他们满足健康宝。第二，72小时核酸。第三，测温。第四，查验口罩。这么四关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天堂超市酒吧。接下来说，在经营期间，我们天堂超市酒吧对防疫工作丝毫不敢放松警惕。我们严格落实进门扫码查验健康宝、72小时核酸，并落实防疫部门要求的控制经营场所内的消费人数。哇，一条一条写的还真是，这写手不错啊。而且呢，他不是出事了吗？他对外还这么讲，他说关于此次酒吧聚集性疫情爆发的原因和流调情况，社会公众应该以政府部门公开的情况为准，不传播关于酒吧聚集性疫情未经查证的情况，不给流调工作增加难度，也不对天堂超市进行与事实不符合的商业诋毁。社会公众理性看待此次酒吧聚集性疫情事件，真正做到不信谣不传谣，不信谣不传谣。你们家的事儿，这个北京市啊，疾控中心的疫情发布会都通报好几次了，还什么信谣传谣的问题啊？这家酒吧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写这个玩意儿啊，虽然呢措辞挺漂亮，像个正经玩意儿，但是呢撒谎，结果叫好多网友就指出来他不合理啊、不真实的地方，他自己悄悄地把这东西给撤。诸位，100天之前，上海华亭宾馆呢接待这域外来的客人，
有一群感染者，结果当时就没按住，一下子出了一堆。啊，到底什么原因？我看上海刚刚发布了一个600个字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，600个字的调查报告的文风很好呀，非常简短，100天600字，大体相当于每天写5个字是吧？周末就写6个字啊，写了100天，写出这么一个调查报告，600个字简练过简练，但是里面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吗？讲不清楚啊。教训是什么呀？我们就想知道华庭宾馆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疫情外泄的，什么原因导致流调速度没跟上疫情传播速度的，怎么蔓延出去的，怎么弄到上海市几十万人感染，怎么弄到全国28省市乃至30个省市区都有了这种上海奥密克戎病毒感染者带来的病毒，这造成多大损失啊。所以华庭宾馆的经验教训非常非常值得认真总结。那好，举一反三，北京这次你天堂超市酒吧你这个东西也得需要认真总结啊。虽然这事儿刚刚发生，但是我们关于天堂超市酒吧的这个信息呢获知的比较多，并且每天的流调速度相当之快。我有一个判断，我倾向于认为虽然天堂酒吧这件事儿和华庭宾馆有一比，都是一个集中的爆发点，但是呢北京的工作相当迅速有力扎实啊，摁得住，不会再出现100天前华庭宾馆的那种事情啊。希望北京这次能够吸取华庭宾馆的教训，那这次天堂酒吧你也需要认真总结经验，该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责任，绝不姑息，因为你们一家不认真执行防控这个措施，防控这个纪律，你带来的麻烦太多了，你知道害了多少人呢？行了，说到这儿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